那个晚上咱们商量一下吃什么，只要你想，对，甚至可以把我们带出去。啊不，去上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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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出去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。你笑得太开心了吧，想得好。那晚上我请大家出去吃。 你看，出去了，出去了，对，快拿行李箱，快走了。对，从现在4:55，然后给大家20分钟洗漱、收拾，然后咱们大概20分钟以后出发 ，OK？ 行，可以。收拾是什么个标准？就是背头收起来那种 ，clean，碗念，碗念 ，no knee，no no mud， 然后。 眼睛是睁大的，咱们要出去了，要有精气神。Right， 你去收拾一下，收拾一下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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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20分钟以后集合啊！好嘞，来出来了，走吧，走哥，出村了啊！哎呀，太棒了！哎呀，走吧。 哎，走了，兄弟们！我真的饿得不行了，吃饭。<笑>是哪儿啊？这是兰里附近，这是。兰里，这不就兰里吗？哎，孟开始的地方，就是我们最开始学习时候的地方啊。你听见刚才教育博他说，哦，最开始孟开始的地方。孟开始的地方，你跟被墩墩带的呀。<笑>抽水笨。哦，抽水笨啊，抽水笨，孟想。抽水笨是小何。 小何是哪儿人啊？我浙江人。然后墩墩的前后鼻音不分，是带新疆口音。他是新疆，对的，新疆人。西北人，西北对。邵西也是西北啊。兰州也不分，不怎么有点儿院不分。那个墩墩，啊，今天其实你的前后鼻音今天达到高潮的是那句话，哇哦。 周生，他说：“您来，他们就周生了，难怪你叫周生。您来，他们就都生的这么好。周生，周生，啊，真的，周老师，你的这个名字太合适了。周生，周生，周生，我跟你们说过吧，蒋老师那首歌，嗯，哪首？那首歌叫。” 天亮就飞吧，他记得。我人生中第一首单曲，那首刚从新疆出来。问题是他没有听出他的口音。我现在必须要给你听一下。问题是墩墩一直觉得自己特别标准，直到有一天我问他，你为什么把新疆口音唱到你的单曲里面？<笑>我好几年才发现。来，对，就一句，来，各位听啊。 小燕儿，啥子人呢？这是皮鸭子。猪吧，猪吧，猪吧。来，再来体会一下。哈哈哈哈哈！猪吧，猪吧。我们要去吃饭了，猪吧，猪吧，吃饭去，猪吧皮鸭子。 跟我组吧，张老师，有些歌可以不这么唱。到了，组吗？组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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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组吧。来，快找地儿坐，按从大到小坐。来来来，你们10个人谁能够是公认的普通话好的？ 我之前差一点去中传播音，考过了当时。然后后来没去的原因是，就是在纠结学表演还是学播音。就当时在抉择这个，因为当时我学表演那个，他是有机会可以出国，爸妈想让我出国看一看。所以就选的表演。其实我当时我想去中传。所以小彤的普通话好，还有谁？ 那肯定不是我呀！是，泽吧，泽吧，泽吧，最差呢？李浩默默问一句：“那最差呢？”
明明你就最差呀，李浩。不是，我的发音其实没有问题的。还没问题啊。他就跟一个东北人从来不觉得自己有东北口音是一样的。我的发音其实没有问题的。张老师，您觉得呢？是发音的问题。还有自我认知的问题。张老师，那您觉得我的普通话怎么样呢？好不好不知道，但很做作。来，我们再次感谢一下周老师今天来。谢谢。然后呢，接下来还挺辛苦的，要还债也好，要挣钱也好，就剩下俩月的事儿了，也真的要多动点脑子，多想点事儿，不光是要费体力，然后沟通的事儿、交流的事儿、合作的事儿，谁能和我们合作？我们到底渠道在哪里？每一样每一样都不一样，玫瑰花玫瑰花的，蔬菜蔬菜的，粮食粮食的，然后肉蛋禽肉蛋禽的，再加上假设我们想做文创，我们做衍生，我们做周边，它其实每个都是不同的产品线，那这些产品线到底应该怎么弄，都是一大团一大团的。所以你们努力，然后等到了四月份，我看谁还能薅吧。咱别薅人东西了，我觉得我们不能再薅速冻水饺了。我们一定要薅渠道，对吧？假设玫瑰花它能给我们一个渠道，物流的渠道也好，然后它的卖的渠道也好，咱们现在已经到了快大收获的时候了，咱们得薅点大的。